艺术团就是成立在1996年，已经近30年头，也是我们台湾第一支社会团体时期的乐队。哇，已经讲得很帅气了哦，到现在还是唯一一支啊，我们啊这个非属于学校团体的一个乐器队。今天的表演节目《吸血鬼 Vampire》。月黑高高，蝙蝠群刀动群绕，到底待会谁会出现呢？整个掏枪的动作，哇，在接的时候非常的精准。现在都还只是练习的阶段，在暖暖枪而已。他们视觉的这个装扮，是这个今天的让这个主题吸血鬼，非常有意思。整个的体育场就是一个舞会的现场，在舞会当中，你可以是一个寻找猎物的好场合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台北乐